西瓜节是博湖县博斯腾湖乡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，瓜雕评比、瓜王竞拍、吃瓜大赛，各项活动精彩纷呈。今年阿迪力大哥以自家种植的15000克大西瓜摘得了瓜王桂冠。作为博斯腾湖乡的西瓜种植大户，他和家人们悉心照看着家中上百亩西瓜。阿迪力大哥，你好。你好，这走路得小心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看这就藏着一个呢。一般长多久能成熟啊？开花活40天。40天就能成熟了？那你这个瓜长了多久了？30天吧。30天啊、它这个长度是30厘米左右啊。对对吧、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辨别什么样的西瓜成熟了，除了大小之外？这个看个西瓜皮，颜色越亮越熟。越亮越熟、我看看这个亮吗？哦，这个是那个模糊一点，这个是颜色吗？亮一些，这样子。你看这个绿是那种嫩嫩的翠绿，边上的这个呢就要比它颜色要更重一点，也就是更亮一点了。对对对。博斯腾湖乡日照时间长，昼夜温差大，乡亲们种植的南山沙西瓜个大皮薄，瓜瓤色泽红艳，味道甘甜爽口，备受人们青睐。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，南北疆客商纷纷来到这里选购，将西瓜销往全疆各地。这瓜甜不甜？咱得尝尝。甜。甜啊！舍不舍得让我尝尝？舍得舍得，随便。丰收了哈。丰收了嘛，大家妈家一块吃。哇，太幸福了！吃西瓜。